为什么呀？上去之后，对啊，直接上去了。我喜欢在地上唱。你知道是墙上的，还是先是挂墙前的？先是第一天。第一天的是吧？那就去墙。那我们就跟着去服务台。其实是不是头戴围？你说我的头巾。烫的话吗？不是，我说一会儿是的话，要是我一紧张，麦就掉了。我现在更紧张，我手已经出汗了。哥们儿不一样，跳伞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跳伞有个人在你后面。对呀、啊。他这样，他觉得我。OK。那你放在头上是这样，是 OK 的。这样的话，他是自己的身体要自然前倾，他不会的。还是说他要怎么？他反正是企业准备，我们会理解他。OK。这关节可以，他没有做这个。哎，手没干过这个。准备啊，好。走。你感觉一下先。还行吗？你赶紧跟他说，我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吗？对。就是这个高度。然后你们他的那个黑布掉下之后的亮相，就是人直接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可是有个问题。我的人刚刚绳子在后面嘛，对，那我那袍子怎么办？那袍子好像是这里会有线出来，那袍子下来，哦，往下，就是你袍子穿好之后，它从你这边，它会从你衣服里面，这样好吗？我再升上去，然后呢，第一首歌跟提子戏一块走，好。刚刚这个速度是150吧？没有，刚刚是手控。手控的速度是？没有，你现在我可以根据你的。我觉得刚刚那个就不足。15秒吧。来，准备。来 ，OK。现在 OK 的时候，现在 OK。好。升。好的。对，就这个速度可以吗？现在是15秒。这个是15秒。确定一下安全。
来来来，你让我们试一下，就之前定的那个点。好，来，在那边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聊完然后 ，OK， 可以把我放下来。对，你就说，给我放下来。OK。